resource 啊，这个字呢，第一个音节在 re， 我们念成 re。第二个音节呢，在 source， 念成 source， 重音节就在第二个音节。这个字我们就念成 resource。那 resource 这个字呢，是一个可数名词，通常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，会用复数型来出现在我们的句子里头。那我们中文就翻成资源。That country is rich in natural resources. It has a lot of oil and clean water.、that country, 这个国家 is rich in,、这个很棒的一个片语。建议同学呢也不妨呢把它记起来。Be rich in, 后面呢接一个名词表示富含含有丰富的什么什么东西。那 rich 这个字原本是一个形容词叫做富有的，在这一方面很富有。那是不是就表示含有很多很多的什么资源呢？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国家呢含有丰富的 natural resources 啊，这个 chunk 这个 collocation， 同学不妨也顺便记一下它的意思呢。我们中文就翻成天然资源 natural resources。It has a lot of oil and clean water 啊，它有许多的油，还有呢干净的水。所以这个字呢，我们就念成 resource 名词资源。